这个演唱就是没有了。对，今天很荣幸啊，邀请到真的吴嘉明老师。就是他的一份力量。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我叫他生气了。OK， 好，继续。生气的，生气。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很少在现场唱过，外面是。但是今天吴嘉明老师在这边，而且他最喜欢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吃。对。所以最后我们要献给他。对，而且还要问他讲爸爸。心情好无？